铁路有公路。downtown。这个什么的？这个哪一个？这个不是，这是那个绿色，节油那个，哦、不是这，不是。我下来，我打电话问一下我那个修车的人。夏天到了，这没冷气。没冷气不行啊。嗯。让他检查检查，200，不知道丢，孙子，idiot， 啊，这是成人学校，应该快到了吧？啊 ，C 五毛，什么意思 ？G Street。这油价可以啊，2.69，2.79。这个什么价格？这个是什么风？那个是这个。啊？那个是这个。应该是这个。铁路很繁忙，油罐车。